响胜一场，倔强时刻的上场，自信的全力回荡。专属三十二壮搬上国庆表演，由富邦悍将 IU 奶昔跟丹丹，还有要抢总冠军的中信兄弟。不屈不挠，不轻易被击倒，我的战略永远是勇武顽强。国服少年全来了，另外还有乐天尹乐、小鹿、台钢李乐，到魏全龙马妹跟同一师色七都没缺席。国庆限定中职六队女孩36人一起跳各队应援曲，不少球迷边看边留言说实在是太香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小小啦啦队抛接超难阵型也难不倒，艾伯特啦啦队蝉联9年全国啦啦队国小组冠军，2024年更拿下世界啦啦队铜牌。旁边的中华竞技啦啦队也拿过2次世界冠军，但有人说这目光怎么一直被3G娃娃骑走？在重庆军偶装里面还能跟上节拍跳舞，被大赞实在太强。但国庆当然也少不了体坛英雄，给他们最大的尖叫。林昀廷无形战队举重女神郭幸淳还送上大大爱心，姐妹有巨幅国旗领头，选手也在车上挥国旗。至于台上，请大家给选手们最热情的欢呼。赖清德总统、副总统萧美琴跟韩国瑜都高举荣耀时刻回应，挥手打招呼，现场还撒下纸花。另外包含黄晓雯、杨永伟、孙正、彭明阳也在车队中，而帕运夺下3银2铜选手也来了，还有小将打出激励人心的精彩好球。桃园龟山国小夺下威廉波特世界校棒赛亚军，还有排球 U17 男女代表队跟国际技能竞赛选手，谢谢他们在技职跟体坛的努力，持续在世界点亮台湾。 TVBS 新闻刘令辰、林亚南、庄凯玉、家庭 SNG 小组台北场报道。